人工智能 5G 先进高效的运算技术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经济领域，创建全新的商业模式。在智能化的驱动下，万物联动，无远弗届。扩增实境 AR 更加令到远程视像协作变得有可能，数字孪生、虚拟场景已经能够真实呈现眼前，现实世界和数码世界深度融合，全面体验 AR 的无尽可能。中信国际电信 CPC 创新不断，凭着全球化视野和数码化经验，将先进科技融入 ICT 服务之中，为 IT 设备的操作及维护带来全新体验。利用 AR 技术大大提升了现场分析处理以及后台支援的能力，实现端到端服务数码化，为客户提供7x24小时全球运作，支援不同语言、不同时区的需求，促进全球协作，打造零距离沟通，为企业带来崭新体验，享受更高效、更智能化现场维护服务。AR 千里眼现场服务管理方案，利用 3D 技术，透过实时空间感知和后台系统协作进行数据分析，将虚拟与现实融合。现场工程师和后台支援团队透过统一的实时影像，以手势、对话、现场物件识别和定位，进行有如身在现场的讨论及分析，彻底解决了企业跨区域营运、设备复杂多样化以及现场难以部署等等的挑战。现场工程师可以迅速连接后台数据，免却大量资料检索以及沟通和数据传输产生误差等问题。Data House AR Remote Hand 远程运维服务，透过中信国际电信 CPC 工程师佩戴 AR 眼镜进行专业操作，将现场的实时环境、数据、影像以加密形式传送给后台，确保现场同后台团队之间达至无缝协作，客户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享受到数码化的营运和维护。这个具灵活性的服务可以令到现场运作和应对更加快速，透过高效协作成就更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，有效避免企业运作受到影响。中信国际电信 CPC 将 AR 融入 ICT 服务，为客户带来前所未有的投入感和互动体验，重塑服务流程，开拓更多服务场景，跨越数字鸿沟，构建全球生态系统，努力为企业提供创新的 ICT 服务，令到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数码化时代取得成功。中信国际电信 CPC AR 千里眼现场服务管理方案，突破界限，创造崭新体验。